何姐，陈叔，这么多年来，你们背负着复兴末世的担子，辛苦了。末世欠你们的，少谦，谢谢。少谦，可别这么说。是啊，少谦，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看来你母亲说的对呀，过去我们做事有点太固执了，伤害了你，也伤害了一些其他的人。是啊。 少谦，我和陈后为末世做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后悔过。那是啊。你们的养老金，我已经准备好了。少谦啊，你真的以为我们老了呀？不是还有你给我们的永怀公司吗？还有我们这些末世老臣们。我跟何姐商量好了，我们要把这个公司继续的经营下去。少谦，我们重新开始吧。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办，是不是关于童雪？好吧，你先去办事，我们等你。文浩，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埋伏在穆长河身边，帮我打探消息。是我要谢谢你才对。 当年穆长河害得我父亲破产，还是你拉了我们一把。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已。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还没想好。其实穆振飞很不错，你可以考虑跟着他，继续留在穆氏好好干。同一个主子，之前背叛。 请问童雪是在这里吗？是啊，麻烦你叫她一下好吗？好，谢谢。是谁啊？没耽误你工作吧？没有，都已经快完工了。你还好吗？我啊。 平平淡淡的，没什么好不好？平淡就是好。听说你要去德国继续读书了？是啊，都已经办好手续了。你呀，就适合做学问，真的。那时候，每次看到老师把你和萧山点上台去做题，我心里有多羡慕啊！每次看到你和萧山肩并肩的站在黑板面前。 我就在想，你们啊，肯定是世上最幸福的一对，成绩又好，又互相喜欢，而且志同道合。你羡慕我，我是非常非常羡慕你才是，你活泼可爱，又讨那么多人喜欢，而我却总是做不到。你恨我吗？ 为什么？王昭的事是慕影飞让我发的，他知道你有孩子的事，也是我告诉他的。同学，对不起，我不恨你，真的。 其实，你早已经猜到了吧。
我没猜过，可能是我太懒了吧，懒得动脑筋，也可能是我太笨，猜也猜不着，又或者是不想去猜，反正也发生了。对不起。我不恨你，真的。你上次孩子没的事情，萧山去找过你，你不肯见他，他就知道你们的缘分已经尽了，所以他去申请当了交换生，离开了中国。我想他也是在逃避面对你吧，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不想面对了就逃了，可怎么逃，心还是在你这里。不如我告诉他你要去德国了。不，不要告诉他，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你们可以重新开始呀。我们都已经重新开始了，只不过是各自重新开始，这样很好。好吧，同学，你一定要小心慕永飞。涂小姐，涂小姐您好，您不记得我了？我是顾永飞大小姐的管家，大小姐非常想见你，请您务必去一趟，这是给你买好的机票，你马上就可以出发。我为什么还要见他？因为莫先生。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涂小姐，如果莫先生坐牢的话，您也无所谓吗？这里还有一张回程的机票，您去了以后，马上就可以回来。童小姐，请。坐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真不好意思，这么大老远的让你跑一趟。我刚接手了远中，所以很多事情要等着我去处理，一直都没有时间抽开身，今天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你接手了远中？他拿着刘春亮的合同来找我签，说只要我愿意签，他愿意放弃一切，所以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莫总，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男人。听说你喜欢吃戚子蛋糕，这儿的蛋糕做得一级棒，尝尝。不用客气。怎么了？看蛋糕有毒吗？味道真好。我想毒死你，也不会选在这儿啊。这对我跟少谦来说太有意义了，我们第一次在这儿见面，在这儿结婚，十周年庆典是在这儿办的。可是对他来说，
不一定有纪念意义吧？他不是被逼的吗？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上个月，我只是为了刘叔叔的合同去找他帮忙，现在交易已经结束了，你放心，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找他，他也不会再理我。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当年我们穆家就他于水火之中，他这叫做忘恩负义。你有什么话请你当面去和他说，不要跟我说了。你倒是撇得很干净啊。有时候我在想，你是真的傻还是假的傻？不过还是多谢你，他基本上把我们家逼到绝境，多亏你拿了刘春亮的合同去给他签，他居然真的签了。你和刘叔叔是一伙的？对呀，他没有告诉你吗？难怪他说我笨，说我傻，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着。你就是笨，他也陪着你一起笨，明知道是一个局还要往里钻，不过不得不承认他对你真的很好，心甘情愿做这样的蠢事。你开心吗？我问你，你开心吗？你明明爱他，却还要这么做，你当然不开心。是，我爱他，我这一生最爱的人就是他。十年前我对我父亲说，如果不让我跟他结婚，我就死在他面前。我逼着我父亲用彩礼去帮助他，可是他怎么对我的？新婚之夜，他第一次提出离婚，就从来没有碰过我。对于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来说，是这一生最大的耻辱。她觉得她的婚姻是一种牺牲，而我又何尝不是呢？十年了，我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可最终我发现她是恨我。牧师出钱帮她，她觉得是她这一生中的奇耻大辱，而这种帮助是被逼的，他更是觉得是一种奇耻大辱。就是这种荒诞无稽的逻辑，让他把我拒之千里之外。十年，我一次一次的满怀希望，又一次一次的失望。我终于无法再忍受，既然如此，我成全他。如果你找我来只是为了告诉我有多么的笨，被你利用了，那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如果你找我来是为了诉苦，对不起，你找错人了。我还需要你帮我做件事。你不想看着他坐牢吧？什么意思？之前他用导航仪的事情想把牧师逼到绝境，他一定做了不少的手脚。如果我想追究的话，他那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有证据落在你们手上？这次你倒聪明了一回嘛，但是你该不会认为这世界上还有穆永飞办不到的事吧？我跟你说过了，他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男人，没钱没势。你真想逼死他？莫少谦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如果这次我下狠手，没准他就会从楼上跳下。别这么可怜兮兮的看着我，在我这儿不管用。你想让我怎么做？我知道你跟萧山很相爱，有情人是应该终成眷属的。我也不想做得这么绝，你只需要告诉莫少谦，刘春亮的合同是你故意骗他签的，之后你要跟萧山结婚就行了。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是要图个心安理得，让你们不要死灰复燃。死灰复燃？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从一开始他就是为了报复我爸，而我也是为了还我爸的债，最后一个月也是一场交易，而且还是你撮合的。
什么叫死灰复燃？那你就当最后一次帮你父亲还债。我是不会对他去撒谎。你又为什么这么介意对他撒谎呢？你知道这风信子的花期过后需要剪掉之前奄奄一息的花朵才能再次开花吗？是吗？所以风信子的另一个花语是重生，告别过去才能重生。即使是同一件事或是同一个人，但已经事无可为，要果断的告别才能重新开始，明白吗？儿子，洪小姐，对不起老马，要不是我给他打了好多电话他关机了，我就不会来麻烦您。洪小姐，我替莫先生开车快七年了，这还是第一次制作主张把他的行踪告诉你，你就听我一句劝，别再跟他怄气了。这个是怎么回事？莫先生决定把餐厅关了，人员已经遣散。早就该这么做。我骗你签了字，我利用你，我就是想害死你，我就是想看着你死，因为我一直爱着萧山，我就是想和他结婚。莫少卿，我恨你，我恨你对我做过的一切，但现在我们扯平了。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是的。说完了，你可以走了。我叫你走啊！我叫你走，快走！莫先生，莫先生，你给我走！
我不要再见到你，我永远不要见到你，你走。董小姐，莫先生这样对你，你是这样的太太，听懂，你真是个没良心的女人，你还不快走，快走啊，滚。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为什么？为什么你还要伤害同学？他又惹到你什么了？他已经跟姐夫分开了呀。不，他心里还有他。那么你是不肯放过姐夫了？难道你真的那么狠毒，连我都看错你了？不，不是我不想放过，而是我不想放弃，这是我的一个梦。我忍痛抓了十年的梦，他为了同学，他可以什么都不要。如果现在他连同学都失去了，他现在一无所有。我在想，他会不会回头爱我？会，对不对？腾飞，你说，他会，对不对？他会回头爱我的。车子也准备好喽。哎呀，时间也差不多了，别误了飞机啊！先把东西拿下去吧。好，我来。凤姐啊，你也抓紧时间啊！快点下来啊！走吧，别舍不得，总会回来的。
莫先生，佣人已经被我解散了。车子已经准备好了。莫先生，您真的要这么做吗？虽然您是知情不报，可童小姐的舅舅已经受到法律制裁了，您再去自首也……只有这样做，他们才不会拿我去威胁他们。同学啊，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你记住了，人在做，天在看，老天爷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好人的，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前程。叔叔祝你一切顺利啊。刘叔叔，您也保重。莫先生，我不知道您还会不会回来，不过只要这房子还在，我和老马都会在这儿等您回来的。老马，先送我去一个地方吧。好。走了吗？放心吧，我会经常帮你来看伯父伯母的。谢谢你。我们现在就去机场吗？高兴，再陪我去一个地方。先生，他都已经这样了，你就算了吧。老马，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半个小时以后你来接我吧。好。
如果来生相遇，我要选择对的事情，绝不允许看你委屈，让一滴眼泪霸占你眼睛。我们都以为是永远，雪儿啊，走吧，别误了飞机。看不到悲伤靠近，人世间太多事，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爱与不爱，谁能决定？你一世我不会为你，且山岩万水的飞翔，却回不去你的心里。我该如何去挽留你？当绝望慢慢淹没。飞越千山，心默默呼喊着你。舅妈，对不起，我不能留下来好好照顾你。雪儿，从你进我们家第一天开始，我就想好好抱抱你了，就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啊，雪儿啊，家里边的事儿你就放心吧，你舅舅那边我会经常去看他，好好照顾自己啊。高兴。谢谢。不用谢，你是个好样的，加油。同学，谢谢你。谢什么呀？你说你去上海找那个副教授，可是你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拿。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箱子？是莫少谦以前送给你的，是不是？你回来的时候，高兴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他让我假装不知道，他怕因为你看见我会难受，感到内疚。我就一直假装一个开开心心的刘月英，一个你想看到的刘月英。对不起，月英，对不起，是我骗了你。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月英？这辈子有你做我的朋友，是我的福气，不要怪他，原谅他，不然你就错过了。他瞒着你是为了保护你，他瞒着你是为了让你不要受到伤害。这辈子要找到一个爱你的人不算运气，但是要找到一个爱你爱到愿意牺牲自己，就算是被误解也要保护你的人。
才算是运气。好了好了，别再说了，冬雪，你还安检呢，再说还有个人等着你了。对不起，我还是忍不住通知他了，他马上就搭了飞机过来，一早就到了，他一直没有离开这里，一直在等着你。我曾经用尽了整个青春爱着的少女，我曾经以为她是我的萧山，我的永远，我曾经是这样以为的，但命运总是一次次将她从我身边夺走，到了今天，她只能用手语告诉我，不要悲伤，我会永远在你身边。也许我们是真的没有缘分，可是谁知道呢，也许在命运的下一个转角，我们还可以再次相遇。你好小姐，请把包、手机和电脑放在这里进行安检，谢谢。请站上来，面向我这边，把手抬起来，谢谢，请把东西拿好。下一位，请站上来。小姐你好，请把箱子打开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吗？需要打开检查一下。哦，怎么会有手机在箱子里？最爱拥抱着你，最怕看到你的哭泣，总会想起相爱时光，你和我紧紧依偎的亲近，我们都以为是永远，却看不到悲伤。怎么还没睡？人世间太多事，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爱与不爱谁能决定，你一世我不会为意，千山万水的飞翔却回不去你的心里，我该如何去挽留你，当绝望慢慢淹没我眼睛，飞越千山心默默呼喊着你，爱与不爱谁能决定，千山万水的飞翔却回不去你的心里，我该如何去挽留你，当绝望慢慢淹没我眼睛，飞越千山心默默呼喊。